武器大关解密中科院，雄森、红隼无人机自行研发，台湾之光。做好10公尺像手榴弹一样发射出去。陶瓷、VR 环保炉，生活点滴全离不开军事科技。所有的文件经过它燃烧之后，就可以看到产生出来这个灰烬呢，是非常的细致，颠覆您对武器的看法。敬请锁定3月25号晚间8点，中天新闻台《大国武器大观》中科院特别报道。